妹，请弟兄姊妹们安排诗歌本第414首。Thank you.
中山大学的吴君凯弟兄，今天要分享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的第29篇，公义的话与基督开端的话。很宝贝，这一篇生命读经前半段说到，神的话不仅仅是一个教训而已，也是我们生命的食粮。然后圣经的话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头脑的知识，您的教训是将食物供应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属天的领悟和滋养？为什么要天天操练来吃这圣经的话，靠这话来活着，以及要以神的话来喂养别人？最近几个礼拜我在操练读圣经，就非常的有感觉。可是虽然我们在地上的读书生活是非常的劳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当我每天来到圣经面前来读这圣经的时候，我就享受这属天玛拿的供应。对，那也宝贝后半段说到基督开端的话，在希伯来书6:1-2说到，所以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脱开死刑，信靠神敬喜的教训，按守死人的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我们在摸着这个经节有这六项，然后可以排成三组，然后这三组的前项是表征我们要从消极的光景里出来，然后后项是说到我们要进入积极的事物中。我们接着这个经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方面是就是消极的已经脱离了死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进入这个生命的话里，然后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基督是开端的话，并进到公义的话里。我们感谢主。
学的邱尔竹姊妹。今天我要分享希伯来书的生命读经第三十篇，竭力前进达到成熟，以及紧随先锋逃入并抛锚于避难所。希伯来书是一本说到过河的书，生命读经说到接受本书的希伯来信徒在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中一直犹疑不定，不知到底该往前还是退后，而希伯来书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写给他们，鼓励他们应当继续往前。很宝贝书中弟兄说到，有些圣徒来询问弟兄有没有对从前或者是现在将来劝勉的话，但弟兄却简单地说，往前吧，不要谈论，也不要记住已过的事，你若真要往前就往前好了。然后读到这里时，心里就非常有感觉，因为从前几个月考期中考开始，主就不断地让我经历各种的环境，甚至使我连续几次都没有办法来成全聚会，你在学校的课业、家人、同学身上使我不断地学习各样的功课。但是主在这里很提醒我，环境功课虽多，但我们若要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就必须不断过河往前吧，不要谈论，也不要记住已过的事。想起当时我在经历环境时，我总是很没有办法过自己与主的那一关，常常跟主的个人祷告就是，主啊，我是个小心的人，哦主啊，怎么办？但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不要考虑主会不会赦免你，我们一旦受激励，愿意与主一同往前，就无需那么多的悔改，无需重复的立悔改的根基，我们乃是需要开始盖起房屋墙上的墙壁和屋顶。就如生命读经说的，运动员在起跑之后若跌倒了，当然不必回到起跑点再跑，只要从他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再往前跑就好了。也正如我们若遇到环境使我们软弱并且下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竭力向着标杆前进，继续跟随羔羊的脚踪，直到成熟。是在往后退的，他们在神没有达到他们该
也点出了那个神公义的话，就是干粮的话，对，就是为着长大成的，为着长成的人。对，然后基督开端的话，也就是话，它是为着婴孩的。对，然后这个呢，这个希伯来人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对吧？就说到我们就需要往前，需要长大，叫我们能够吃干粮，达到生命成熟。对，那在这里说到这个基督开端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基。对，在信息里面就有提到三组，对，就分别说到这个悔改，这个悔改脱开死刑，信靠神，还有进行教训按手，以及这个死人的复活，还有永远的审判。对，那这些都是根基的话，就是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我们都已经信了，所以这个根基都这个根基都已经是立好了。对，然后在六章六节那边也说到，这个偏离的人是不能再重新悔改，为自己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对，我们就看见这个，我们就是再悔改，就是再把神的儿子重钉一次，这对他是一种的羞辱。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再立根基，因为这是错误的。对，我们也许觉得失败，我们只需要相信主已经成就的，并在这根基上继续往前就好。就像是刚刚姊妹们都有说到的例子，就是盖房子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挡岔，叫这个工程停滞。对，但是当我们在恢复工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重新立根基，只需要在这个立好的根基上继续建造。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停留在这根基的话，而需要往前到成公义的话。对，那我们要竭力尽前达到成熟呢，这里就有四件要做的事。对，第一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基督的同伙，我们有份于他的受膏，所以我们就需要借着信来分享他所达到的。对，那并且呢，我们也需要竭力进到教会生活里，对，就是那存留之安息日的安息。对，我们需要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的恩典，并且借着吃干粮享受这个把神供应给我们的基督，同时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所赐。那我们就特别宝贝在这个六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说到，我们要逃入并抛锚于避难所的这个例子。对，我就特别摸着逃还有抛锚这两个词。对，信息中就说到，我们不仅是过河的人，我们还需要是这个逃跑的人。对，我们需要逃离一切不属于基督还有教会生活的东西。就是不入这些世界啊、宗教、世代的潮流，甚至我们自己天然的观念、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天然等等，这些会使我们差离基督的事物。我们因为任何一件不属于基督的事物，都可能会拖住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往前。所以我们就需要从这些事物中逃出来，好在我们能够进到避难所里。对，那什么是避难所？避难所就是基督所在的地方。对，现今可以是在我们的灵里，在教会生活里。所以我们就需要从我们漂亮的心思中逃到我们的灵里。对，那这个锚呢，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由两件事所构成的，一个是这个神应许的话，那另一个就是神的事迹。所以我们为此，我们就能够有信心还有恒心。那这个结果呢，就叫我们有盼望，也就成为我们魂的锚。对，那其实每一个我们所处的光景，对我们而言都是风暴的海。对，所以我们就需要将锚抛在林里，好叫我们能够持定在至圣主里。然后我就觉得，很受提醒，我们人啊，对主话的追求可能很容易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对啊，不论是我们外在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光景，或是外面的这些人来的教训，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的偏好等等，对，可能都会影响我们对主话追求的胃口。对啊，那按照我们天然的个性，我们一定是喜欢那些滋养我们的，就是那些话。对啊，但是在这里就一再的强调，我们需要往前，我们需要吃着干粮的话。对，因为唯有干粮的话，能够叫我们在生命上有长大。对，所以就
进入幔内的生活，唯有我们进入幔内，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一位做永远大祭司的供应。我们过这一段的生命读经呢，特别刚刚我们有分享到，我们需要有主的话，但是呢，主的话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讲究。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善美的话，就是那些叫我们得着喂养，叫我们得安慰，叫我们得供应的那些话，叫我们得到滋养，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话。但在这里更提醒我们，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公义的话。那其实呢，这个公义的话它也是能够带给我们滋养，只是呢这个公义的话也连于神的行政，甚至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它也是警告的话。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主话的时候，一面我们需要得滋养，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需要受提醒。这个滋养的话，叫我们这个人能够长大。那公义的话呢，不仅使我们长大，更要使我们能够长成。所以我们若是没有办法进入公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在这个第五，那这个善美的话呢，就在五章的十三节那里讲到的话呢，然后呢还有六章一节那里讲到开端的话，这些都是指着那一些叫我们得着滋养的话。但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里有公义的话，在十三跟十四节这两节，我们是不是来一起读一下哦？五章十三十四节，好，来一起读哦。凡使人享用乃的对公义的话都是没有经验的，因为他是婴孩，只有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使用而受了操练，就能分辨好坏了。好，这里讲到婴孩跟长成的人，这里说的婴孩不是指初信的信徒，这里说的婴孩是指得救许久但是却不愿意往前，属灵光景停滞的圣徒。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再做婴孩，因为他这边说按着年日你们该做教师，因此就说出这班得救有年日的弟兄姊妹，我想在座大部分了，我们的得救都有一些的年日，我们真盼望呢，我们不要做婴孩，我们要做长成的人。那在这里呢，说到这个长成的人，还有婴孩他的差别，就是在第十三节那里说，公义对公义的话是没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好，那再来呢，往前看一下这一段呢，主要是第三个警告，然后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五章的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关于麦基洗德，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且是难以解明的，因为你们听解释了。好，那请大家留意哦，在这里讲的这个难以解明，这个解明它的意思呢，就是很难去解释、说明、具体的表达，让人理解。但是呢，这个难以解明，它并不是说那个话本身是难解明的。例如说，讲到麦基洗德，其实就着那个话，还有对于麦基洗德的描述，一点都不困难。他无父无母，无生命之中，然后无生命之始。那他在那里，这个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出去征战，麦基洗德呢在那里供应油和酒给他。老实说，对于麦基洗德的那一段创世纪的描述，其实本身并不难，他就是对一件事情的描述。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难以解明呢？难以解明，他就连于刚才我们所读的，因为没有经验。难以解明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不是因为话本身很难，是接受话的人没有办法领会那一句话它里面的含义。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举个例哈，例如说七章，希伯来书的七章。七章的二十五节，我们来读一下。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看这里说，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可是这个拯救到底，对婴孩来说，跟对长成的人来说，他们的领会是不一样的。一个可能刚得救没多久的人，对他来讲，所谓基督将我们拯救到底，可能是救我们脱离我们外面的一些为难的环境，或者是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那一个下沉的光景。我们在那个环境中，我们得着拯救，主调度一切，为我们开路，解决了我们当下的问题，似乎就叫做拯救到底。但是对于长成的人，或者是在主面前相当有年日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拯救到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含义。也许他的环境，他的为难并不一定解决了，可是呢，他在那个过程中得着了基督的分赐，对他而言，这个就是拯救到底。因此对于拯救到底这个词，到底我们能领会多少，我们能够经历多少，就看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是婴孩还是长成的。我相信在这个弟兄姊妹的身边，特别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些年长啊，或是有在属灵方面教会生活有年日的弟兄姊妹，其实从他外面来看，他们并不过得比我们容易。可是很稀奇啊，他们在那些为难的环境里，却常常能够维持他们里面的喜乐，因为他们是经历那一位拯救到底的大祭司。那这个拯救到底呢，在这里的注解二十五节的注一，这里说拯救的全备，拯救的完整，拯救的完全，拯救到极点，拯救直到永远。什么叫拯救到完整、全备、完全、极点、永远呢？就是啊，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彰显上成为神。这个拯救是要拯救我们到底的拯救。可能我们外面的环境都还在，那个为难都还在，但是呢，我们经历它，使我们能够拯救到底。第二个注解，他说：“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承担我们的案件，他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蒙拯救，并完全被带进神永远的定旨。这个拯救到底，也使我们能够连于神的旨意，叫我们的生活与神的经纶发生关系。所以我在说，这个拯救到底，我们对它是有怎么样的领会呢？所以回头来讲，这个就是婴孩跟长成的人它差别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这是盼望我们对主话的经历能够更深，我们对主话的经历能够更广。那说回来呢，这个就需要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是一般经过过程的人。这个今天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爱主，对不对？阿们阿们阿们。你如果不爱主，你不会在这里嘛。但是呢，我们都得承认，在我们往前的路上，我们虽然爱主，但是我们不太敢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我们很怕，我们奉献给主之后，我的生活主会不会来剥夺啊，对付啊，我是不是奉献给主之后呢，主就会来在我身上自作啊，自作啊。所以我们虽然爱他，可是我们不敢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我们越不敢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一个过程。这个长成的人跟婴孩的差别就在于那一个经验，也就是经历。我们是可以得着客观的话，但是呢，我们要从一个长成的人，我们需要主观的，因着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我们来经历享受这些我们所得着客观的话，叫它成为我们里面主观的经历。好，我们来读一段经节，在第六章十九二十节。我们有这盼望，如同魂的锚，又祷告又宣布，且投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
出祭造者麦基洗德的本事，神要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当我们来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为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经历十九节跟二十节。那你说我们有这个盼望的锚，又牢靠又坚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风暴，你就不会经历那个锚有多坚固。那一个海如果是平静的，你不觉得有这个锚的需要。但正是因为有风暴的海，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盼望的锚，我们就信靠它，因为它是稳定又坚固的。在第二十节的注解，那你说什么呢？说主耶稣做先锋，领先经过风暴的海，进入属天的避风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作为那个先锋已经领先。你觉得你的生活有风暴吗？这位先锋他已经领先，他领先经过风暴的海。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那一些我们看得见的风暴，但是我们却忽略那一位在我们的灵里，已经在我们的船上，但是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睡着的耶稣。这就是门徒的经历。其实主在他们的船上，只是主睡着了。他们看见的是那一个眼前看得见的难处，忽略了那一位在他们里面安息的主。同样，弟兄姊妹，我们外面是需要有风暴的。我再说，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要成为长成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经过过程。如果我们为了这个我们不敢奉献，对不起，我们可能基督徒当了好多年，你就是一个老小孩。因为对你来说，这些干粮的话，那个拯救到底对你的领会还是非常非常的浅。你的拯救到底可能就是主啊，我有解决环境。但是呢，那些愿意接受主良环境的人，他因着在过程中一直经历里面有一位做先锋的耶稣，他的生命就一直的往前去。所以当他听到那个拯救到底，他的里面呢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但是呢又觉得非常的甜美。弟兄姊妹，我们盼不盼望我们对主的话有这样的领会呢？这个需要我们爱主，并且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所以呢，这个负担就是在我们的第三个警告，他这边说要竭力什么呢？前进，达到成熟。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往前。我们需要往前。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再立根基。就像刚刚姊妹们分享的，我们不用再立根基，我们在这里跌倒了，我们就在这里站起来继续往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有一位做先锋的耶稣，他是那一位永远活着的尊大的永远活着的大祭司，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我们的前面是有路的，有一条路已经为我们打开，那一条路通入幔内。今天我们需要在幔内过生活。当诗歌最后一节说，我们要进入幔内，直到幔子不存。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到幔内，在那里生活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活在与主的交通里。刚才的诗歌都说到，我们要进入幔内，然后呢，我们要出到以外。进入幔内都是一幅美妙、荣耀、亮光、高超的光景，但当我们出到营外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的肉身还在地上，我们不可能离开肉身来过生活。今天你我肉身还在地上，我们就会经历地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为难。我们能不能度过地上的为难，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进入幔内。需要进入幔内，享受这一位做我们大祭司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先锋，在这个里面呢有盼望的锚。这个锚一下，无论外面的风暴如何的吹，我们里面都是非常的稳当的。所以呢，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节，其实刚前面也有这个姊妹分享。六章十八节说什么呢？说叫我们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神在其中不能说谎的，叫我们这逃往至避难所
持定摆在前头盼望的人可以得着有力的鼓励。哦，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要做那一班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前头盼望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旁边没有难处，而是我们的前面有一个坚定的盼望。今天就已经再次圣所里主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那条路打开了，今天随时我们都能够进入。你不小心出来怎么办？对啊，就再进去嘛。进去了之后不小心又倒了，往后倒怎么办？就再进去嘛，直到幔子不存。今天幔子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只要还活着，我们的肉体就还在，但是我们的肉体可以一直的对付。我们若是一再的进入幔内，我们的肉体就一直被对付，然后呢，我们就习惯在幔内过生活，最终我们就要经历那个道主来的时候，幔子就不再存了，我们要跟主交通直到永远。所以呢，盼望我们的生活要从外院子一直进到至圣所，在我们的生活里活在与主的交通中，然后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不要害怕外面的环境，不要害怕外面的风暴，外面的环境跟风暴都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长成的人。我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来享受主的话，将这个话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Hello, Brother James. How is your day? It's been great. How about you? Oh, it's not good. Because I messed up my midterm report. Oh, that sucks. But it's okay. I will try harder as the final exam. Well, that's great. Maybe we can pray for your exam later. Sure.Before we begin, can we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3 times together? Our Lord Jesus! Amen. Today we are going to enter into a topic of repentance and confession. There are some verses we can read it together. Matthew 3:2. And saying,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drawn near. 1 John 1:9.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righteous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Let's take a look around the first part. Man's repentance is the result of a spirit.Sanctifying word when the Spirit comes to enlighten men, seek men, and convince them concerning sin, concerning righteousness, and concerning judgment. He causes men to repent and turn to God. The second part is the meaning of repentance. The Greek word for repentance means to have a change of mind.Showing in regret, to have a turn in purpose. Therefore, to repent, as taught in the Bible, is to have a change of mind. It is not to improve or reform oneself, nor to forsake the evil and turn to the good, as people generally believe. Therefore, man should repent and have a change in his mind, so that his conduct and behavior may also change accordingly. And next, let's take a look around the two aspects of confession. We should confess our sins both to God and to man. To confess our sins to God is to come before Him and to confess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that offends Him. Most of our sins offend people.So we should not only confess our sin to God, we should also confess that to man. And James,
Do you know what results will there be after repentance? I have no idea. We will receive life. James, who can have his kind of divine life. That is great. When men repent and turn to God, our sins are forgiven. We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divine inheritance. Amen. This is given to men as the time of their repentance. Hallelujah. Finally, shall we have some prayers and also pray for our exam? All right. James, please repeat after me. Oh Lord Jesus, oh Lord Jesus, when I repent to you, I believe in you, I receive your life. Oh Lord Jesus, please also remember our exam.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See you next time. The exodus signify the going out from
好，接下来是我们牧羊城牧羊和家居的神权，请第二组的弟兄姊妹到 A02， 我们的神权时间到8:55。
对，但是当时就是因着他是公会背景，家人希望他能够回到他们所谓的母会去受浸，所以后来没有受浸。但是在这个陪读经的过程，我就觉得就是很蒙恩的是，我们每一次的预备，就是我们就会先率先进入，对，然后就叫我们率先得位，对，然后在与小羊教具课的过程中，就是彼此这样子的分享，又在叫我们又在得位呀，对，然后并且也借着这样子的家具会，就是能够就是一张逐章逐节的复习，对，那也能够叫这个来的福音朋友能够更认识我们主会腹中这个真理的宝贵，对，那让他们这个胃口被开启以后，他们就算之后没有留在我们中心聚会，但是这个丰富在基础在他里面，当他留在他们的团体中，他仍然能够继续在那里向人供应，对，所以当时就觉得这样子的陪读就十分的有价值。那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牧羊犬圈。对，那我们先稍微讲一下我们大概的时间运用。对，那我们就是前两分钟我们可以先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关心问候。对，那八分钟呢我们可以有读经，然后也可以简单的将这一篇这一章对，可以简单的描看。对，然后接着能够挑一处经文的导读。对，那在这个注解的进入我们是安排大约两分钟。对，就是可以简单挑两到三个注解，对，能够将我们这个真理的话解开。对，那并且最后我们会大家留三分钟，能够有一个祷告消化，来消化我们所进入的经节和注解。嗯，好，那我们对，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关心，就是大家应该都可能都比我还要会，对，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在电话前，因为我们如果直接电话接起来就开始进入真理了，就会有一点点太。对，所以能够先有一点的关心，然后再进入这样。对，那就是读经节的话，就是可以就是逐章逐节，然后可以用对读的方式，就是先进入。那我们这边就先省略。对，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有一个鸟瞰。对，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对，那我们就假装下一个想要读完经文。对，那就简单的就是。总括一句这个这总括一下这一章在说什么。弟兄姊妹们也可以同时翻开马太福音第二章。嗯，对，好，那我就直接对，就直接总结一下。对，就是在这段经文呢，它就是记载这个主耶稣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星象家他看见了天上有基督的星出现，所以他就照着这颗火星的引导要去寻找这婴孩耶稣。对，但是因着当时他们受了他们自己天然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虽然接受了这个火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时却没有看到婴孩。对，就是因为他们受他们的观念影响，所以他们就没有到这个正确的地方。对，但是在六节那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又受了这个圣经的感证，他们回到了伯利恒那里去。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纳西呢就在向他们显现，并且引导他们到基督所在的地方。对，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简单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跳一处经节，我们一同的进入有导读。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导读第六节。对，我们可以先一起读一次。有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首领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对，那我们在人导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尽量简单，对，就是越贴近这个圣经的本文越好，就是可以减少一些我们的发挥，这样子可以让小羊在学习导读的事项更专注。好的。然后那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导读。嗯，阿门。哦，主耶稣。阿门。哦，主耶稣，主啊，有大地的伯利恒，阿门。哦，有大地的伯利恒，阿门。哦，主耶稣，阿门。哦，主耶稣，阿门。有大地的伯利恒，阿门。有大地的伯利恒啊，阿门。对，在犹大的首领中，阿门。哦，你在犹大地的首领中，阿门。绝不是最小的，阿门。绝不是最小的，阿门。
就会受你们灵的供应的滋养。然后你们用你们的灵读的时候，你们会摸着圣经的负担。我们看见在二章这边是说到，我们需要有一颗寻求基督的心，不然我们只靠圣经的知识是找不到基督的。然后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并且跟小阿如就是祷告，经过这些过程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负担来跟小羊祷告，把这个读到的负担借着祷告消化进来。那最后就是可以陪他有一点的祷告跟生活的关心。那我们最后可以一起祷告一下。那如果他不会的话，可以委句一句，就是一起把祝福带回家，接受进来。那就简单的示范一下祷告，大家可以随灵而行。主耶稣，给我一颗寻求你的心，给我一颗寻求你的心，使我寻见基督，谢谢主，谢谢主。阿们。那现在还有大约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在同一个区里跟弟兄姊妹们两两操练。那有问题可以随时问身旁的服侍者，或者是看前面的小丑。崔小姐，要停止录音。可以了。